我真的默默的跟老天爷说，你把我带走，我们一起为汪建民祈祷。一照的时候，颈椎已经有了，然后脑里面也有了，已经扩散到其他地方了。这个咖啡啊，它有一些果香，有一些果香，有一些果香，有一些花香。简单。对。可是我电疗的一，你电疗很多次，六十几次了，哇，总共要做75次。我真的默默的跟老天爷说，你把我带走，不要让我去面对这些东西。我刚刚在后台，我突然看到新闻即时播，说汪建民走。各位，汪建民从他那个时候披露出来，说他负债很多，才短短几年得了肺腺癌走了。汪建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，在他最苦的时候，有人关心他吗？有人帮助他吗？我们不要在演艺圈，大家都只会伤口在撒盐。我说建民，我大忙我也帮不了，啊，我说妈妈这边我能够帮你的，啊，我就先给你半年的，啊，妈妈的这个安养院的费用，这点事情是我微不足道的。我们一起为汪建民祈祷，让建民能够开开心心的到极乐世界去，在人世间留下的情债或者是钱债都一笔勾销了。